宝贝儿，爸爸帅不帅啊？帅。那你应该害羞啊。那你应该跟爸爸卖个萌。宝贝儿，你今天要给你出的题会了吗？不会。你除了吃喝玩，到底会什么？我会对对着。对着？那你给我对一个。在上不是南北，在下不是东西。哎，不对呀。智商啊。爸爸明天还上班吗？上去呀。压力太大，我不想去了。不去哪儿瞧呀？爸爸就算压力再大，我和妈妈也会在你后面支持你。爸爸明天上班吗？得去呀。工作太累就不要去了。不去谁给钱呢？爸爸，钱多钱少不重要，我和妈妈重要的是你的身体。杨涵姨，今天老师说你拉裤子了，有没有这回事？爸爸，我再也不堵了。怎么还堵呢？我今天肚子疼，堵它是个屁，结果一放出来就拉裤子了。